的同仁啊，在台南及高雄等地的夜市啊，购得仿冒的汽车避光垫，那送交日本原厂公司啊，那鉴定是仿品。经过长期的侦查，还有持续的追踪啊，在新北市芦洲、啊、台南市东门东区等地啊，那查获制造工厂以及贩售的店面，嫌疑犯啊，将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啊，贴上知名品牌汽车品牌公司的 logo， 那加以贩售。那本大队已要求侦查队同仁啊，持续追查相关的通路，务必把相关的仿品啊一并查缉到案。啊，以上报告。